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荃湾洋芋道菜市场。这里呢是海鲜市场边上的位置。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呢好，生意也好，人流量自然就多啦。马路边停满了各种车，水果摊门口呢都是箱子，说明货卖的很多。小巴车、私家车开进开出的，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呢都会觉得不敢置信呐、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多人呢？生意这么好，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呢？一眼看去呢，十字路口的菜市场、水果摊啊，生意不错啊。这里的房子看上去年代久远了，上面呢有家老人中心，因为是老城区嘛，所以看上去比较旧。都是拖着拖车、背着大包出来扫货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